反过来，听这个声了，好了，让我走。我那个人以前打过的。要你的话，我招招手。对，走位，走位。对对。对，摆摆手，摆摆手。嗯。好，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个大喜的日子，今天是个特别吉祥的日子。今天看我们贾府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我想问一下我们帅气的新郎，今天是啥日子呀？我结婚的日子。是结婚的大喜之日哈。那在之前告诉大家，你此刻的心情怎么样？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是的，非常开心，非常高兴。但是在今天还有两位长辈，他的心情可能比你还要开心，还要激动。来，大声喊出他们是谁。我大我娘，是的，是爸爸，是妈妈。来，接下来让我们响起最热情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喜公公、喜婆婆、喜福登场。看这喜公公、喜婆婆一出场哈，掌声都不同凡响。咱们掌声还有没有？再持续一点来。来，恭喜你们，祝福你们哈！今天宝贝儿子结婚了。来，喜婆婆首先给大家打个招呼，问声好。大家好，大家掌声。来，这样哈，喜公公用你的表情来告诉大家你此刻心情如何，来给大家笑一个，让我们掌声有没有？哎，心情特别好。他今天结完婚之后，下一步你的心愿是啥？早点抱孙子啊，说要早点抱孙子，说到点上了哈。你想抱几个？抱两个。哎，两个少不少？好啥？那么这样哈，问一下喜公公，你能抱几个？抱两个。啊，喜婆婆抱两个，你抱两个。来，新郎面向镜头告诉大家，四个有没有信心？太多了，两个就行。啊，两个有没有决心？有。两个有没有经验？经验没有。有。还要把掌声来送给新郎，加油打打气。好，接下来有请新郎向前走上两步，转身面向爸爸妈妈。我想在这一刻哈，新郎应该有很多话对爸爸妈妈说，但是所有的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新郎对爸爸妈妈所有的感恩之情。接下来把所有的感恩之情化作深深三鞠躬，来感谢爸爸妈妈一鞠躬，感谢父母生育之恩再鞠躬，感谢父母养育之情三鞠躬。结完婚之后永远孝敬爸爸妈妈。接下来让我们响起最热情掌声，有请新郎给爸爸妈妈一个深情的拥抱，让我们共同祝愿这相亲相爱一家人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家和万事兴。对，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亲朋好友们、好兄弟好朋友们，大家此刻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今天帅气的新郎新婚快乐，早生贵子，百年好合。好，此刻我们良辰吉时一到，让我们响起最热情的掌声，祝愿新郎迎亲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几个头发啊，对，数根儿啊，对啊，对，那数根儿还不对，对，嗯，给我吧，一万根儿，对，怎么问你没有没有拍到一头头发，给，哎呦，第二问你问啊，谢谢，嗯，妈妈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啊，棕色，对，啊，黄棕，我给他买的那个小帽，黄黑色的，黑色了不算。
你妈什么脸型？什么脸型？啊，我爱的脸型。不对，标准答案。标准答案。这就是标准答案。不对。嗯。好，打错了。这边。下巴是什么下巴？没有吧？双下巴。对了，一个。俗话说得好，是过五关斩六将，看我们帅气的新郎哈，经过重重考验，终于来到美丽新娘面前了。接下来来有请新郎，有你男人最为经典的一个动作，献上你的捧花。俗话说得好，鲜花送美人，玫瑰送爱人。你看新郎这架势哈，都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现在给新郎来个掌声。好，好，来有请新郎开始你的表演。怎么起来？说句好听的，媳妇儿。回家吧，我爱你。如果新娘满意，请接过捧花，然后扶起你的爱人。其实哈，接过捧花代表新娘对新郎是非常满意。那么既然满意哈，要在新郎的脸上你盖个章，验收一下。这个位置呢，要稳，要准，还得狠。来，兄弟们看一下哈，仔细看一下位置准不准哈。脑门吗？脑门，就脑门上盖个章。哎呀，来新娘感觉手感还行吗？还可以。来新郎官，你感觉？使点劲儿。啊，再使点劲儿哈。要不要来个足底按摩？要不要？脚麻了，真脚麻了。真脚麻了哈。我们大家来点掌声，你看新郎这手法多好哈。这一来就接个大活是吧？大活。那兄弟们赶紧帮忙找钱，谁找到有红包抓紧时间哈。嗯，来，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好，鞋子终于找到了哈。你娶媳妇吧。这个满意的新郎拿起鞋子。赶紧贴上去，鞋跟变鞋跟的。鞋跟对鞋跟变上，我们摄影师对他就在我们本地有一个说法哈，就是你今天给新娘穿鞋的时候，先穿左脚，你们结完婚之后先生男孩；先穿右脚，结完婚之后先生女孩。俩脚一块穿，双胞胎、龙凤胎，有啥有啥。我们来点掌声，看新郎展示一下。一块儿穿，这一回。哎呀，这是祝福新郎新娘早生贵子，来掌声祝贺。左三晃，右三晃，将预示着新娘来年生个大胖小子，是白白胖胖，来掌声祝福。好，拿起梳子。三下一梳金，再梳银，三梳美丽俏佳人，来把掌声送给我们美丽的新娘，祝福新郎新娘新婚快乐。插掉三个尖儿，放在新娘的这个头顶哈，这叫百年好合。好，可以来掌声相贺，上头仪式圆满礼成。好，感谢辛苦啊。一发真满血接四燎原，再大地感谢地造一车，三拜祖先保佑多子多福。好，再给你一次圆满礼成。接下来让我想请最热情的掌声，还送一次金拳入怒王，掌声送。没想到恭喜。感谢有你，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周末好。我是今天的婚礼主持人房小五，今天呢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受到一对新婚人委托来主持他们本场的婚礼。在此呢，我仅代表一对新人以及他们的爸爸妈妈，向我们现场所有至亲好友您的到来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大家。朋友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你和我最终
成为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的新郎永祥和新娘雅玲他们的爱情一样，他们不奢求轰轰烈烈的爱情，更不奢求花前月下的生活。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一个小小愿望的达成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而这份幸福呢，对于他们来说是再简单不过了。当在今天，在所有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他们将要从台下走到台上，从他们的恋爱将要步入婚姻。如果此刻现场所有的亲朋好友，你也和主持人一样，已经做好了祝福他们的准备，接下来请您响起最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真正的王者，我们帅气的新郎永祥先生幸福登场。来，新郎，恭喜您哈！我再问你一下，从台下走到台上这一刻，心情如何？妈妈是天使吧？激动，紧张不紧张？非常紧张。是这样哈，我们都知道永祥是特别热爱生活的，那么他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是做的特别特别好，那么也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感谢直播间的家人们在直播手机前面为我这个爱情做一个见证，谢谢你们。啊，那我想我们现场的所有的亲朋好友一定很好奇，美丽的新娘在你的心目当中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孩？来，给我们现场的亲朋好友以及直播间的亲朋好友，来，我们分享一下。我和新娘雅姨，我们相知相爱已经两年多。新娘呢是一个非常温柔善良大方的一个女孩，然后我今生能娶到她作为妻子，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跟新娘这个距离，你俩离得近不近？近。我给你加上一点小难度，你走向新娘的时候，每走一步说上一个对她的爱称，能不能做到？可以。来，我们大家给点掌声好不好？来，首先我们进行第一个，媳妇儿，亲爱的，老婆，宝贝。宝宝，爱人，亲爱的，亲爱的媳妇，老婆，你辛苦了。老婆，感谢你选择我。宝贝，我爱你。来，我们掌声响起。好，来，有请新郎说上一句自己的打动你美丽新娘的话。媳妇儿，跟我回家吧。请新娘先说狠话，然后恭喜你的爱人。让我们响起最热情的掌声，有请新郎新娘为爱出场。我想采访一下我们帅气的新郎，您仔细看你媳妇儿今天美不美？非常美。你确定不往这儿看一眼？来，确定过眼神之后啊，你觉得她的五官哪里最好看？哪里都好看。那如果今天啊，当着我们现场所有亲朋好友的面，只让你选择一个位置，你觉得哪里最好看？往这儿看。脸这儿最好看。你确定是脸蛋？是的。我们大家来点掌声，让新郎来用嘴巴来往脸蛋上表现一个，行不行？来，掌声响起。黄绵衷心的祝愿新郎和新娘他们今后的生活永远恩恩爱爱甜甜蜜蜜。永祥，
从今天起，站在你对面这位美丽的姑娘，今后就是你的合法妻子了。当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你们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你看今天雅维是青春靓丽，那么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也会容颜老去，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也会永远的爱他、敬他，并永远忠诚他。你能做到吗？我能做到。美丽的新娘雅维女士。Thank you.
这是形象好的气质家，高颜值高气质哈，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来，我采访一下我们今天喜妈妈哈，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是来自哪里？我来自栖霞。要不要来点掌声？欢迎你啊！希望以后来到我们商丘常来常往，好不好？好的。那这样啊，今天宝贝女儿跟你女婿结婚了，把您的祝福来送给他们。祝宝贝的女婿和我女儿永远幸福，结婚快乐。女儿们，宝贝儿，我们爱你。哇，来掌声掌声。我们也衷心的欢迎你们哈。那这样，来有请喜公公、喜婆婆，来有请爸爸妈妈，来共同我们坐在这个凳子上哈，来入座。感觉这喜婆婆的手跟别人的手都不一样，你知道为啥不一样吗？比他高兴。那高兴那是肯定的啊，你不一样，那是因为你这是明年抱孙子的手，对不对？对对，我这是想抱几个？想抱两个。盼这天盼多长时间了？其实呢，二十年，盼二十多年了哈，天天想，夜夜盼，终于盼到这一天。那也恭喜你哈，美梦成真。今天呢，两个孩子结婚了，那父母也是操了最大的心哈。那这样，来有请新郎跟新娘调换一下位置哈。我想采访一下我们今天帅气的新郎，平常呢见到这两位长辈，你平常是怎么称呼？干妈，干妈。哦，还干爸还干妈，叫的也很客气哈。俗话说得好，不是一家人，咱不进家门。今天啊，咱既然共同进了这个家，就得赶紧改口喊爸爸、喊妈妈，好不好？对。那这样哈，那喜爸爸、喜妈妈，您做好准备了吗？准备着嘞，红包。那新郎，你看是先喊谁？妈妈把这钱都给亮出来，看爸爸手里边也拿着呢，看先喊谁？新郎特别的懂事，特别的孝顺嘛，那不能是吃话喊哪一个得罪另一个。那是这样，在我们本地有一个说法，说你今天如果是先喊爸爸，结完婚之后你当家；如果是先喊妈妈，结完婚之后妈妈帮你们带娃娃。先喊谁？妈妈。哎，一看新郎这都是想要早生贵子哈，来做我准备，天天妹妹喊上一声。妈妈和爸爸。来，也请爸爸。虽然没有先喊你，但是啊，新郎的经济大权都已经交到女儿手中了。来，妈妈这边答应一声。哎，妈妈。哎，妈妈。哎，你说妈妈，妈妈你真美。妈妈，妈妈你真美。这手里的红包你准备啥时候给？红包啥时候给？啥时候给？你想啥事要啊？啥时候给都行，我什么时候叫到你开心，什么时候给就行。这一句咋样？听着高兴不高兴？嗯，高兴。满意不满意？满意。您从头快去喊妈妈，喊的一般不一般？还行吧。你就说他是一般，他还是不一般？一般。一般。接下来我们家长，你看把爸爸都说笑了哈。接下来我们加大难度，咱们来两个字拉长音儿，妈妈，妈妈，你说，哎，来了，来了，咱们想问一下，喜妈啥来了？是不是红包来了？红包来了，啊，来吧，来吧，来接过来，接过来，接过来，来，甜甜妹妹喊上一声爸爸，那是谁啊？爸爸，哎，来接过来红包。好，说谢谢爸爸。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是这样啊，其实新郎今天爸爸妈妈虽然给的是红包，更多的是爸爸妈妈对你们新家庭的一种祝福。希望你们结完婚之后呢，一定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好好的疼爱雅琳，能不能做到？能做到。那这样，当着爸爸妈妈的面来说两句。爸爸妈妈，你们放心的把雅琳交给我就行了。我一定婚后我一定会好好对她，好好疼她，好好爱她。感谢你们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谢谢你们。新郎说的特别好，说的特别到位。但是从爸爸妈妈的眼神当中看到有几个问题，我首先代表妈妈问两个哈。你当着妈妈的面，你说结完婚之后家里谁洗衣服？我洗衣服。谁做饭？
我说吧。剩饭谁吃？我吃。我那个爸爸会两个，结完婚之后家里谁挣钱？我挣钱。谁花钱？媳妇花钱。媳妇花钱不花你还不上交？来吧，为新郎官来点掌声。特别棒。你说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儿媳妇我今天正式来咱家报到，儿媳妇我今天正式来咱家报到，你不敢请您二老一定要多多关照，你不请您二老多多关照，说归说是笑归笑，说归说笑归笑，最重要的是您手里的红包我真想要，最重要是你手里的红包我真想要，你真敢说呀。爸爸哎你往哪儿啊侄儿，侄儿红包拿来，来来接过来接过来，说谢谢爸爸，谢谢爸爸。那我问一下喜婆婆啊，刚才这个动作你学会了没有？学会了。能不能掌握好速度？来，我展示一下，给你们喊声，娘，哎，娘，哎，娘，哎，今天啊，婚礼是40分钟，改口改30分钟，成不成？改口改30分钟，是喊你的管我，那你还不给？娘，接过来。我接下来我想啊，所有的亲娘们也都能表达一个心愿，对爸爸妈妈所有的感恩之情。接下来把所有的感恩之情化作深深三鞠躬。感谢爸爸妈妈一鞠躬，感谢父母生育之恩并肩高再鞠躬，感谢父母养育之情似海深三鞠躬，结完婚之后要永远孝敬双方的爸爸妈妈。好，接下来有请一对新人插起父母来到舞台中央，我们面向所有亲朋好友鞠躬，希望大家以后常常登门多多关照，感谢你们，欢迎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响起最热情的掌声，欢送爸爸妈妈，台下观礼，掌声欢送。其实啊，两岁一双儿女是，也是双方爸爸妈妈至今生的一个愿望啊。话说得好，一个礼貌三分钟，一个好汉众人帮。那么在这个大喜大吉大利的好日子里，想感谢我们现场所有至亲好友，您百忙之中能够前来参加一个新人的结婚盛典。接下来让我们响起最最热情的掌声，欢送一个新人，欢送他们幸福正常。掌声欢送。人这一辈子啊，谁不想有个家，为了那个他你苦苦守望，缘分来的时候别总是犯傻，握紧他的手呀别轻易放下，多少日月春秋一起天涯，磕磕碰碰难免心酸苦辣，多少承诺只为一个温馨的家，就在此刻披上最幸福的婚纱。结婚啦结婚啦，今天结婚啦，黄昏的日子你从此结束啦，拿着红本本你心里乐开花，亲朋好友一起在为他鼓鼓掌。结婚啦结婚啦，今天结婚啦，从今以后不再是一个人过啦，父母亲你俩多生几个娃，红火火的日子在马上出发。